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修行者，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上师和他的弟子，他们两个在山上闭关，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困难啊。有一天呢有一天他们有一个病啊，吃的病啊，然后呢远的啊，病是远的啊，然后有一天他的上师啊，他们两个准备吃啊这个病啊，用来做早餐啊，准备吃的时候呢，他上师问这个他的弟子，这个病的头在哪里，胃在哪里呢？头胃是哪里是头呢？啊，远的当然没有头和胃啊。这样子，他弟子一想啊，到底这胃是，因为他上师他要回答上师的话呀，哦，他去找一下这个头在哪里，胃哪里，一片空白了啊，找不到了。哦，然后当下他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上师让我开悟的有一个意思呀？一看，看一下自己的心哦，立即就证悟了啊！这个跟这个禅师的故事啊，完全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禅宗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禅宗啊，它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法，只不过它前面的前清啊，这些东西没有了啊。这些东西大目就是他自己说，这个外道又违法，我不讲啊，他否定了啊。但是这个外道又违法，对我们根基没有成熟的人来说，这些外道又违法还是很管用的。我们通过这些法逐渐啊成熟了以后呢，然后再用一下大目祖师的这个方法，立即就开悟了啊。这个瓦片啊的声音啊，密法里面的这个七脉明点的这个强制性的把人的所有杂念的停止，而且这个停止跟昏迷是不一样啊，昏迷的时候完全是失去知觉了啊，那所以是没有办法证悟的，因为这个时候他是没有知觉。但是这个七脉明点的这种功能是什么呀？它是完全可以停止这个杂念，但是呢知觉还存在的啊，头脑非常的清醒，只不过没有杂念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因为又没有杂念，头脑又那么清醒，这时候他稍稍往里看一下，然后立即就知道本心是什么，立即就明白这个啊
自然的本质也好啊，明心见性，他立即就证悟了啊。但是这个叫做初步的证悟啊，初步的证悟。我想这些汉传佛教里面禅宗里面的这些大多数的禅师们的啊，这个证悟的确是证悟，但是呢是初步的证悟啊。然后大圆满里面的绝大多数的这个证悟也是证悟，但是也是初步的证悟，都叫做初期证悟、初步的证悟。原理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我们的根基要非常的成熟啊。什么叫根基成熟啊？就是积累福报啊，业障清净，然后呢对佛法和对这个诀窍有坚定不移的这个心行啊，这些叫做这个根基成熟。第一个条件，根基要成熟啊。第二个条件，我们去识别我们的心的时候，看行怎么样看，不是用眼睛来看啊，看怎么看，有一个方法，有一个具体的方法，这个我们今天这里不讲啊。有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去看，然后这个时候呢啊，他会证悟的啊。但是这个前提的条件是不能有这样子的杂念啊，没有杂念，是一个是四禅八定可以达到，一个是七脉密典可以达到，一个是禅宗的这个禅话头也同样有这个，他没有强调四禅八定，他一开始就禅话头，但是这个也有这个意思啊。大圆满也是，大圆满他不是强调四禅八定，他有自己的方式，这个方式是可以达到这个四禅八定的效果啊，最后就证悟了。那这个是第三个证悟的渠道哦，就是像大圆满、大收音、禅宗啊，这三个是他们用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一个相同的方法啊，这是第三种方法了。第三种方法，所以我们啊，证悟就有这三个方法，一个中观的逻辑推理的方法，第二就是七脉明点密宗的啊，修七脉明点的方法，第三个呢啊，就是像大圆满、大收音他们用的方法，就这三个方法啊。密宗的这个七脉明点的这个修法，我刚才也讲过，密宗我们把这个前面的前行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到了正心的时候，然后你的前面就有两条路啊，一个我再重复一遍，一个叫做方便道，这个是修七脉明点的魔鬼训练啊，一个就是解脱道啊。那么这个解脱道，那方便道是不是修方便道是不是不可以解脱呢？不是，也可以解脱的，但是它的方便方法比较多，所以叫做方便道啊。那这个是修解脱的，这个一样的可以解脱，但是方法没有那么多，所以叫做解脱道啊。这叫做解脱道啊，方便道和解脱道。然后到时候你可以选，如果你想走啊这个魔鬼训练的话，也可以的，但是这个是必须要有很高的禅定功夫才可以的，这个我们一般的人都不接受这个训练的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啊，目前修藏传佛教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修的绝大多数80%这样子的这个修法，80%-90%都是修密宗的解脱道啊，也就是前心修完了以后呢，直接就是像这个王力照心的本心，就是这样子的方法，这个他没有七脉明点的修法啊。但是密法里面呢，最后啊，有一些把肉体啊转化为红光身啊，有这样子的方法，这是后续开悟以后的事情啊，这个是仙宗里面没有的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啊，开悟以后的事情。如果修大圆满的话，那就是直接像禅宗一样，直接就是用这种方法证悟了，然后后面呢、啊、就是把肉体转化红光身，也就是只要把这个路走下去就可以了，他不需要走其他的路
啊，魔鬼训练它没有，它这个里面有魔鬼训练，但是呢，这个魔鬼训练跟这个气脉明点是不一样啊。我们可以这么说，所有的秘法都是魔鬼训练，但是呢，魔鬼训练当中呢也有不同的训练方式啊。这个就是修气脉明点的啊，这个修法跟大圆满的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的地方啊。这是第三个修法啊，第三个修法。所以我们很多这个不了解啊，不了解这个藏传佛教的呢，就认为，比如说啊，藏传佛教的这个修行人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有家庭的啊，有家庭啊，有老婆有孩子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唐卡佛像呢，都是双生拥抱的神啊。然后我们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哦，修藏传佛教就是修这些的。哦，其实不是，我们在回灯之光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些佛像是什么意思呢？啊，这是不是我们说的啊？几千年来在藏传佛教他自己的解释，这是一种象征啊，一种符号，这就是一种符号，这个叫做这个符号艺术啊，一个表达的方式，他要表达什么？这个双生像里面的啊，双生像里面的女性的这个佛像呢，它是代表空性，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空性啊，空性啊，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呢，显宗的般若经里面经常叫做佛母啊，佛母啊，用佛母这两个字经常来形容啊，这个空性，为什么呢？因为空性就是像母亲一样啊，母亲生孩子啊，证悟了空性就是产生了佛子啊。凡是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都必须要证悟空性，证悟了空性，你才有机会啊成为这个佛子。所以呢，佛母是空性。佛子是证悟空性的人啊，所以他就是这个是显宗里面也经常讲，这就是讲这些佛像啊，就讲啊是表示空性。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佛像里面拥抱神里面的男性的这个菩萨啊，佛是代表光明，象征光明或者是现象啊，就像佛心如来藏，常经我乐啊，这个是。然后呢，拥抱他为什么要画一个拥抱呢？啊，就是空经啊，无而无别，就像这个《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是表达不异啊这样子的意思。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呢？啊，那是为了度化贪心非常严重的人啊。末法时代的众生的贪心是越来越重的，所有的烦恼里面贪心最严重，这个我们今天能看得出来的啊。就是为了度化啊这样子的这个贪心严重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表达，实际上啊意思呢啊，就是这样子的，它叫做表达闲空无边，这两个不要连接在一起啊。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啊，学藏传佛教的这个人当中有在家人啊，但是这个印度也有，比如说维摩诘经啊，维摩诘，它是一个我们佛门里面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在家的修行人啊。还有比如说近代的这个韩传佛教，比如说像黄连祖啊老居士，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啊这个在家的修行人啊。那么藏传佛教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修行人啊，但是这些误会是来自于什么呢？误会是来自于这个衣服啊。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在家的修行人，他也就穿了这样子的衣服了啊。然后我们出家人也就穿了这样子衣服了啊。
详细的看出家人的衣服和藏传佛教在家人的这衣服是有区别的，但是呢，我们不了解的人这样子看是看不清楚的啊，这看分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觉得哦，藏传佛教就是向这个佛像学习，他们都是修这样子的啊，修双修的双身的哦，其实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误会。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有家庭的修行人，他是在家人，就像荒年祖，就像维摩诘这样子的，但是他们的比较偏向于啊修心，他也是有家庭的，但是呢，他比较偏向于修心啊。然后呢，他穿了一个这样子衣服，然后我们觉得藏传佛教是可以这样子，其实不是，藏传佛教有出家人和在家人，出家人永远都不允许的，除非他自己还俗了。啊，然后出家人还俗了，我们觉得哦，这个藏传佛教是可以的，不是可以的啊。但是出家人还俗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印度佛教，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有，在佛陀的身边去还俗的啊也很多的，所以呢，这些啊是出家界啊，藏传佛教的出家界跟这个汉传佛教，细微上有一点不一样。细微上有点不一样啊，这些关键的都是完全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就把出家和在家分开的啊。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导致的啊。如果这些人没有穿这个衣服，那就是不会有这种误解啊。但是因为他们穿了这个衣服以后呢，我们其他人也就分不清楚了，就觉得哦，藏传佛教就可以这样子，不是可以这样子啊。比如说一个出家人还俗了，有家庭，娶老婆，生孩子啊，那这个是不是叫进入密法了呢？不是进入密法，这叫做还俗啊。是不是修密了呢？这不叫修密，这叫做还俗啊，完全是两个概念，请大家分清楚，这个不能这样子混为一谈了啊。然后我们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出家和在家啊，这个历来都有，我们所有佛教里面都有的啊，出家和在家都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有，只不过汉传佛教把这个分得很清楚啊，比如说像黄念珠啊，他们平时都没有穿出家人的衣服，所以没有这个误解啊。然后藏传佛教就是他们细节上就是跟出家人的衣服不一样，但是大体上就是这样子的衣服啊，所以大家觉得哦，就是藏传佛教的所有的修行人都是可以啊，可以娶老婆，可以有家庭啊。其实这个是一个衣服的导致的一个误解，其实不是。出家在家是我们是分得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的出家人当中又还俗的很多很多的啊，但是我们不认为他是学迷，我们大家都会说他还俗了，我们不会说他学迷了啊。但是我们外面的呢，就是因为不了解啊，就有这样子的这个误解，这个误解我们可以理解啊，有这样子的误解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很正常，因为这个衣服就是导致了一个啊。再说了，他们有没有深入的去了解？这表面上看起来也分不清楚了，所以呢，哦。就是在藏地啊，就穿这样子的衣服，然后他也有这个家庭哦，这个在这个这些寺院里面呢，也就已经是很正常、很合法了哦。这样子以后呢，大家觉得哦，原来是允许的啊，都是可以这样子，其实不是这样子啊，这个要分开的啊，这分开的这两个完全是不是意思啊，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意思啊，这两个完全是分开的。好，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们呢想多了解、深入的了解的话，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些佛教的这些藏传佛教的一些书籍。然后这些什么双修啊这些啊，大家要记住，我们在大陆经常也给提醒大家，现在啊就是有很多人把这个双修作为一个借口来偏舍的啊，这样子的人很多很多，到处都有的啊。这个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个不是双修，这个就是偏舍啊，这叫做偏舍，不叫修密法
偏财的、偏色的啊，密法就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啊。密法它不但是这样子，而且密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如果这样子乱来，那它的结果就是金刚地狱啊，金刚地狱啊。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要分开，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修密法，也可以不修密法，都没关系的。真无空心是不是一定要修七脉明天？不需要的，真无空心有很多的方法啊，都没关系。包括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呢，是不是一定要修七脉明天呢？也不一定，也有很多的，所以这都没关系的。但是这个误解呢，还是因为我们对某一个法有误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谤法的罪、舍法的罪，这个罪过很严重的，这样子不好的啊。那这都是一个真无空心的一个不通的这个渠道啊，这样子最后啊，我们现在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选择的路是什么呢？先啊，用这个中观的空这个推理的方式修一段时间啊，然后把自己的很多很多的执着打破啊，然后呢再用第三个方法啊。第三个方法就是大圆满的方法、大收音的方法，禅宗的方法，也就是这包括在这个里面了。然后最后就是用第三个方法，这样子呢，成千上万的人就通过这种方法证悟了。这个是最好的路，这最好的路。所以我们就要设定一个目标往这个方向努力这个特别的重要。现在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修行的方法。首先我们打坐的时候我再讲一下这个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呢，我们打坐的时候无论是修前心修正心都是一样的首先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准备的工作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准备打坐打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话，首先你要想好这两个小时里面我要处理的这些杂事全部处理好免得打坐的时候又起来去做这个做那个这样子不行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至少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好然后你要把这个窗户想打开就打开，想关掉就关掉把手机关掉，把这个座机的电话也关掉，通通都关掉，不可以边打坐边发短信。这个就是真的不是这个打坐了。我们平时因为我们的工作各方面没有办法离开手机，但是一个小时是应该是可以的。应该可以的，所以呢把电话都关掉然后呢需要上洗手间就上洗手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做好然后做完了以后如果有佛堂就在佛堂里面那没有佛堂的话，比如说办公室或者甚至是这个卧室的床上也可以，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只要没有人来打扰你的地方都可以的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开始我们开始打坐了。打坐的时候有三个要点身体的、呼吸的、心的三个要点三个要点，首先身体就是要做毗卢七法毗卢七法就是这个唐密里面就主要强调这个毗卢遮那佛这个本尊那毗卢七法的这个身体的毗卢七法是毗卢就是毗卢遮那佛他的身体的姿势有七种身体的姿势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要做这种姿势，因为这样子的姿势打坐的话心比较容易静下来我们一开始打坐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姿势呀，各方面环境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些都要注意那毗卢七法第一个，腿要盘起来盘腿，双盘单盘都可以都可以，但是我们目前刚刚打坐的人来说，这个盘腿是一件很难很艰难的这个事情，
因为攀推以后呢，推桶啊受不了啊、但这个时候有两种方法，这个昨天有人也问到了，我们攀推要攀啊，有两种方法啊，就是一个方法呢啊，推桶的时候要忍住啊，忍住，一定要忍住，这样子以后呢，一次两次啊，坚持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过了这个关就没问题，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方法啊。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忍不住，实在是忍不住的话，那在大做的过程当中推稍微活动一下啊，也可以这样子慢慢的啊习惯，最终推盘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可以双攀和单攀都可以啊，尤其是开始的时候还是单攀比较好，双攀呢这样子攀起来了，这个很不啊很难受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单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动作呢，手啊手要接上禅钉的手印啊，禅钉的手印是什么呢？左手放下面，右手放在这个上面啊，然后两个拇指头碰头啊，这样子，这叫做手接钉印啊。手接钉印，我们可以看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像的手钉印就是这样子的啊。阿弥陀佛这上面就放了一个钵，我们不需要钵啊，不需要钵，但是手还是要这样子啊。好，这叫做受戒定音第二啊，这是第二。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放在肚脐下面的四指处叫做丹天啊，就放在丹天这个地方啊，这样子，这是第二二个动作。然后第三，两个胳膊啊，胳膊要张开，这样子张开，嗯，张开了以后呢，我们的肩膀的这个背后肩膀的肌肉都可以达到一个很放松的自然的状态，这样子时间长了肩膀不会难受啊，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肩膀的肌肉都很紧张，那这个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难受，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疼啊，所以胳膊张开啊，这第三，这样子的胳膊张开，第三啊，第四，身体端正啊，不能往外往左啊右啊歪，就是要端正啊，身体端正。第四，嗯，第五啊，第五就是头稍微往前低啊，不能这样子啊，稍微往前低啊，这是第五。第六，眼睛啊往下看啊，佛经里面讲闭间。啊，闭间就是这里啊，但是呢，也不一定一定要看到这里啊，这样多难受啊！啊，不是，就是往这个方向看就可以了啊。闭间，我们很多修行的人就喜欢闭着眼睛啊，因为睁开眼睛以后看到很多东西，心容易散乱啊。闭着眼睛就是啊，看不到东西，稍微容易清净，但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啊。为什么呢？闭着眼睛以后呢，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帮助，但是这个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就开始会昏沉的啊，昏沉二十分钟以后就睡着了啊，所以不能闭眼睛啊，半闭的状态啊，半闭的状态，我们往下看啊，或者是有些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看啊，前面比如说我们在大海边啊，海边啊，就看这个大海和南天就融为一体的这个边上啊，看这边上，或者是在高山上啊，周围都是一片蓝天的这样子的地方，或者一个平原的地方，这个视啊，这个视线很广阔的地方啊，那尤其是我们看远的地方也有帮助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就往下看啊。还有一个，我们观想的时候呢，佛像放在前面啊，看佛像，这个时候不能往下看，往前看，这些是一个特殊的时候了，平时往下看啊，半闭的状态，半闭的状态。然后第七啊，第七，舌头啊，舌头就佛经里面讲地指上颚，或者是舌头舌尖就可以放在这个牙根啊，上牙的牙根啊，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嗯，这样子以后呢，就很自然的啊，
啊，这是第六。第七最后一个是呼吸了啊，呼吸呢从鼻孔、口腔啊，很自然的啊，这个呼吸啊，很放松、很自然，这个不需要去刻意的去调快、调慢，好、啊、这样子。啊，这个叫做毗卢伽伐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必须要做这样子的姿势啊，这是身体的要点啊。第一，第二啊，第二就是呼吸啊，现在又来一个呼吸了啊，是一个专门的呼吸。那这个呼吸的原理是什么呢？这叫做排除污气啊，污气污染的气，污染污垢的气。其实这个气就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啊贪嗔痴、负面的情绪、不开心啊、压力、焦虑等等等等，所有的负面的情绪要排出去啊。排出去了以后，再去修禅定的效果很好啊。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装在心里面，再去修啊，那就是混乱的状态，没办法修禅定的啊。排出去啊，然后再去修。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先洗碗，碗洗干净了以后放在里面吃一样啊，把自己的内心啊重洗清理啊一片。然后再去打坐，好，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那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气排出去了以后呢？对我们的压力、焦虑有什么关系呢？啊，有关系，这是一种冥想的方法啊。首先我们这个有一点点身体上的动作啊，身体上的动作，大家看这里，左手，首先是左手啊，左手的这个。大拇指首先摁住这个啊，小拇指倒数的第二个就是无名指啊，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摁住。这为什么要摁住呢？这个有一个原理，但是这个原理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去学摁住。然后呢，四个手指头啊放在这个拇指上面啊，这样子叫做。金刚拳头啊，然后呢，我们放在这个左腿腿根的穴眉上面啊，也要摁住，要使劲的摁住啊。左右腿的腿根有动脉和经脉啊，就放在这个动脉、经脉啊，就穴眉上面摁住。然后呢，左右手啊，右手也是一样的，我们拇指头就摁住这个啊无名指的指根。好，然后呢，食指要伸出来啊，唯一不一样，食指伸出来，其他三个手指啊，可以放在拇指头上面，这样子，啊，这样子，然后我们这样子打坐的时候，首先是啊，手心朝上，这样子啊，先是这样子放在这个膝盖上面，然后啊，这样子，也可以这样转一圈，也可以的。或者是直接这样子也可以，这是喜欢怎么样都可以啊。这样子摁住左边的啊，右边的鼻孔摁住啊，然后从左边的鼻孔排气，这样先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先没有排之前呢，深深的吸一口气。啊，以此，然后呢？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动作，两次、三次啊，三次。好，这个时候要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冥想啊，观想啊，观想什么呢？我们把从无始以来的贪嗔痴啊，还有就是这个不开心、压力、焦虑，所有不好的这些情绪啊，都变成了一种黑色的气体啊，就像这个柴油作为燃料的这个卡车的排气管里面排出来的这个盐一样，一个很肮脏黑色的气体，然后从鼻孔里面排出去啊，排到外面，这是一个观想啊，认真的观想。好，这个做完了以后呢，左右手再换一件啊，这边就
从右边排三次啊，都是一样的，我们不重复时间的关系啊。然后这个三次完了以后，观想都是一样的啊，观想都是在我们修前行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漆的颜色都是可以观想为黑色的就可以了，黑色的很肮脏的啊。左右两个完了以后，然后呢，左右两手这样子啊，同时摁住左右腿的腿啊腿根，然后又深吸一口气，左右边的鼻孔同时啊一次、两次、三次可以啊，或者是我们左边一次啊，右边一次，中间一次也可以，三次也可以，九次也可以啊，排。这样子以后我们最后就观想啊，我现在把我的所有的这些贪嗔痴不开心的都排出去了，现在我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的透明的干净的，就像一个非常干净的玻璃被洗得干干净净一样，内外透明，没有任何的污垢一样啊，很干净很透明，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身体啊。这个观想啊，心理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一定要这样子观想。好，这个就是第二个了。第三个，现在我们是心或者是我们的意识的要点啊，刚才是身体的要点，呼吸的要点，现在是心啊。心首先要观想啊，观想啊，一个观想，观想的时候怎么观想呢？我们在面前的空中啊，我们经常在这个藏传佛教的密法里面，经常我们看到一个叫做面前空中观想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叫面前的空中呢？从头顶往前面啊一轴，自己的一轴啊，往前一轴，然后在这个往前再往上一轴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地方啊，叫做面前的空中啊。观想什么呢？观想一个莲花啊，莲花，莲花座啊，然后在莲花座上面呢，观想释迦牟尼佛啊，观想释迦牟尼佛。如果我们有根本上师的话，那我们的自己的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啊，莲花圣也是可以的，但一般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融为一体啊，观想在自己的前面啊，观想。观想我们先暂时简单的观想，就像我们自己的脑海里面这样子想啊就可以了，这个虽然不是很清楚，稍微比较模糊，但没关系，以后真正的观想它是有特殊的训练方式啊，这样子可以达到很高很高很高清晰度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是前行啊，要求不是很高啊，简单的观想。好，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前面呢祈祷，祈祷什么呢？啊，祈祷释迦牟尼佛根本上师加持我能在这一座当中啊能够修出，比如说我们在修出离心的话，那就能够修出出离心啊，如果在修菩提心的话，那能够修出菩提心啊，对上师对佛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心啊，然后这个梦里的啊祈请祈请啊释迦牟尼佛加持我能够在这一座当中啊修心成功啊，修出出离心菩提心啊，这样子，然后念一下佛陀的这个啊这个祈祷文啊，佛的祈祷文或者佛的名号都可以的啊。好，这个时间不需要很长，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再观想啊，这观想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佛陀啊，刚才我们观想了佛陀，然后现在呢佛从边缘上慢慢慢慢的变成一团光啊，这佛像啊慢慢的变成一团光，最后呢就变成一个很明亮的一个光的电啊，光电啊，然后呢这个光电从自己的头顶进入我的身体，到达这个心见的时候啊，就到了心见的时候，然后就观想我的心和佛陀的智慧啊融为一体，无二无别啊，这样子的观想啊，这样子观想。
这些观想都建立在密宗的这个本来清净佛心，就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佛心常清净，就建立在这个观点上。我们怎么可以释迦牟尼佛的和佛的智慧和我的心怎么可以融为一体，怎么可能无而无变呢？没关系的，本质上我们的心的本性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心的本质，没有区别的，所以可以这样观想。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静下来啊，静下来，因为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没有真悟空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安住在空心的状态当中，只能心里什么都不想过去现在未来什么都不想，就所有的杂念放弃，就保持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禅定的功夫，只能可能十秒钟二十秒钟一分钟开始有其他的杂念。好，没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继续了停留短短的几分一段时间然后就可以出来了这个前面呢，这一千叫做大作的前行大作的前行我们以后修任何一个法必须要经过这个程序任何一个大作都是必须要经过这个程序这个完了以后呢，现在这个前行的部分，这个预备的工作一个前行和正行，我们把一个大作的一个比如说两个小时分成前行正行最后的一部分这样子以后呢，这叫做前行这个我们修什么，修大圆满，修大受印，包括我们修禅宗它不会这样子讲，但是呢也可以禅宗也可以这样子讲，这样子修效果会更好的，不会有不会有其他的问题，效果会更好然后我们修真心那真心修什么呢？真心有可能是这个修人生难得呀，无常啊，痛苦呀，因果不虚啊，或者是最后的空心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修行的进度去修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子修完了以后呢，我们最后修行的过程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请大家注意，要特别的注意，要三件事情三件事情。修行的当中有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诀窍，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这里不介绍，大家可以以后进一步的去学习，这个是需要有具体的指导具体的指导。简单的如果从书面上想了解一下的话，那可以看看慧灯之光里面的九足性是比较具体的这个理论呢，大乘阿毗达摩里面到处都是都有的但是比较具体一点的，比较具体一点的呢，这慧灯之光里面也有。我们简单的这个讲一下，三个需要有三个这个关键的三个是什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在修无常的时候无常的时候，我们全神贯注的把心就是专注在这个无常的这个思维上面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全神贯注，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最后把这个焦点就放在思维无常的这个问题上面不要去一会儿像这个一会儿又像这个，很随意的像无常就无常，像空性就空性，这样不行就把注意力集中，全身关注高度的全身关注集中到某一个点上，这个有可能是人生难得，有可能是无常都可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这个修心的过程当中要监视自己监视，要监督监视监视什么呢？刚才我刚刚是全身关注了但是过了两分钟以后他有没有全身关注不好说刚才我们全身关注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无常的上面，但是一分钟之后呢，他有可能完全离开这个焦点，他有可能在胡思乱想走神了跑神了，有可能所以要坚持
以后我们一个人的修心成功与不成功，完全要靠这个坚持啊！没有坚持的人，一开始以为大作，但是十分钟、五分钟过去了以后，完全五分钟之前就抛绳了，但是自己根本没有没有发现啊，五分钟浪费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很危险的。所以呢，要检读啊，检读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看《回灯之光》。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啊，有一个叫做生疑菩提心的修法，这个里面介绍的比较全啊，叫做侧面的监督啊，侧面的监督，这个怎么理解呢？啊，侧面监督啊，这是我为了大家能够容易的理解，就是用的一个词汇啊，我们的珍贵的佛教里面不会用这样子的词汇啊。侧面的理解是什么呢？正面的去监督，哎，你就是正面的想，哎，我现在有没有关注啊？我又没有抛身啊？我又没有这个修啊？这叫做正面啊。这样子以后呢，立即就他就啊扰乱了。他本来是好好的，他在修无常，然后你一想啊，我又没有修观想啊，又没有去修无常啊，这样子就不就是脱离了吗？就扰乱了他的持续了啊。这叫做正面，所以不能有正面。那么侧面的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眼睛啊，看前面的一个人，但是呢，多这个视角完，我们可以啊，可以观察另外左边和右边的一个人的举动。这个有啊啊，眼睛都可以这样子，然后心也是这样子，他的焦点就在无常或者无我上面，但是侧面的他也可以。监视自己有没有抛身，有没有啊混乱、散乱、混尘啊，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有些时候你发现哦，他抛身了，或者是混尘啊，半睡半醒的状态哦，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两个小时，明明知道是半睡半醒的状态，根本就是。没有去修行，就在打瞌睡。但是呢，为了完成这个时间呢，一直都不采取措施，就完成这个时间啊，这样不对啊，立即就要采取措施啊。什么措施？措施就是这个救助心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比如说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啊，很昏沉啊，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尤其是啊，暴吃暴饮。然后再去打坐的时候呢，就是立即就很昏沉啊，像瞌睡哦。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要采取措施，什么样的措施啊？一开始用凉水啊冲一冲，洗洗脸啊，或者是开空调啊，或者是这个采光啊，光线要稍微亮一点啊，坐位置有这个条件稍微高坐高一点的地方啊，衣服稍微穿少一点啊，等等啊。如果是心静不下来，那就是用相反的措施啊，等等。如果这些措施都不管用的话，那就要结束这个打坐，不要打坐了，不打坐了。然后呢，去磕头啊，诵经啊，啊，抄佛经啊，啊，看书啊，就这样子。不能勉强的去打坐啊，勉强打坐精神上出问题的不负责任啊，大家知道。所以这个是要诀窍的呀，打坐不能乱打坐，不能盲修瞎练，盲修瞎练精神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而且精神出了问题这个不好治啊。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三个是打坐的一个具体的方法了啊，打坐的具体方法。然后更细节的、更具体的，大家进一步的去学啊，学救助性啊，这样子就讲的比较清楚了。好，谢谢。说那么多一，当初十八年冬天，你被咱们帮学长爹干那些忘恩负义。这边做脸做完做了说喇叭声的我们正把眼地边做见念的了勇敢道德上这下面正的
他不能说这个你别抓心说我们阿红班整个人把马生的我们阿红班整个人把马生的我们阿谢谢，谢谢大家。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9月13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斋法义，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大家好，我是天地福医生，防疫既然是不同的神佛当中的一部分，今天就本天医生来同大家复习五个防疫好习惯。天一，当然要量体温，你不跳火车去本医生看。天二，作业要带好，是说有没有垃圾的去问过。第三，正确接着洗漱不好名目主再同屁股。第四，不好话体检病毒真会传染。第五，凡间要接着清洁小土，空气要流通。透过廿以上五个防疫好习惯，做得同人听书，做得会发现人唔跳火，咪做得广大接触同传染疾病嘅风险，防疫嘅路况，啥啥都当重要。大家强下大病，守住上富嘅空间。
素食主义 Vegetarianism 是由英国素食者协会于1842年提出的。 Vegetarian 一词并非来源于 vegetable， 而是来源于拉丁文的 vegetare， 意思是使人获得快乐。现在人们都认为素食者仅仅就是吃植物的人，实际上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一种饮食的文化，不使用动物产品，还尽可能避免在取得食物、服装等日常各方面需求时，以各种残暴和剥削的方法对待动物。由于国外对素食的界定有所不同，不同的素食者所进食的食物范围也有所不同。素食主义者，或称纯素主义者、严格素食者，还是有些非常细微的差别，但是基本上还是不吃蛋类或乳制品、蜂蜜，摒弃所有动物制品与加工品，包括动物肉，且不穿戴动物制品，如真皮、丝绸、羊毛等等。因为人类的畜牧业和家禽养殖业绝大多数以残忍的方式对待动物，所以遵循素食主义的人，其素食的理由通常是出于对动物的爱以及对动物权益的尊重。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